吃，跟我走。哎呦我操你妈！来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二手的肘子剩菜。说白了吧，就基本上大家在头天吃完了肘子、炖肉、红烧肉、炖排骨这类菜以后，第二天肯定会剩点门，剩的这东西可以烩出一道更好吃的菜，所以第二天的肘子更牛逼。我们先把这个肘子取出来搁好，然后我们开火，先把铁锅烧热，够足的啊。看我们的精灵锅，我们先烧热这口精灵锅。这口锅非常容易就是可以烧热了，很快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肘子先放进去，昨天剩的这点加一下热。先加热这点肘子汤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锅非常棒的酱汁作为底料。然后配什么呢？这时候我们开始干第二件事，用我们这个锅的锅盖来做煎一些土豆。烧热锅，你看我们这锅多快，已经开始准备开了，哥。我说这口锅太他妈牛逼了，但是基本上快开了。哎呀，必须有一口好锅呀！没有好锅怎么生活呀？我去拿根烟，你还抽吗？要。取一根烟的功夫，它就开了。然后这时候我们的这个，让它开锅沸腾就可以，主要还是因为这口锅的这个受热比较均匀，它是全锅在受热，所以非常容易就开了。而这种产品相对就省火。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啊，铁锅都会生锈，不生锈的那是塑料锅。这个油做什么？我们来煎一些土豆。煎土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火小，像这种锅，它我这锅盖比较低，这个火大了容易崩油，然后有的时候容易着火。我们先让整个这个锅里头润一下油，然后开始把陆续把这土豆块扔进去。土豆块是事先焯过水的。事先焯过水的土豆块，这样的话它不粘。混蛋厨房的日常节目，今天吃什么？我们打算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菜谱，让你能看到所有在家里边很容易操作的菜，老百姓的菜，咱别来那娘炮做的那种。
那种菜能吃吗？然后就不用管它了，然后基本上不用管了。我们可以往里头加点酱油，这酱油有点爆。嗯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往里头加一些酱油，勾一点咸淡味儿出来，还能上点色儿。对，然后就完全不用去管它了。盖盖儿，现在干另外一件。刚才炖的这锅土豆里边，我们觉得还缺一些什么，现在我们继续把缺的那些东西加上来。这口锅厉害了，洗完锅以后锅还竟然是热的。稍微多放一些油，让油覆盖整个锅底。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豆腐放在里面，煎豆腐。煎豆腐的时候一定切记别乱扒，一定要等这个豆腐煎成一个硬壳以后再扒了它，要不然就碎手了。对，要不然马上碎手了。火不能太大啊，避风油。我们现在总结出来了一件事，就是当一个形态和一个朋克开始做饭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多么温暖的。这锅已经卤制的差不多了，但是实际上现在看起来更像锅塌豆腐。这锅已经卤制的差不多了，但是实际上现在看起来更像锅塌豆腐。真他妈香！哎，我是不是失言了？不应该说脏话。没事没事，为了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说个他妈的还是很正确的。我操！醉了是吗？我也失言了。你那比我这湿的有点多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吃中午饭了。我操他妈的，太棒了这个。哦。